邀请我们第十七届同心会会长高阶化先生、高阶化会长上台，我们致贺词。我是刚代表阮中小企业同心联谊会哦，来作为会长哈，会长甲部员哈，直接哈，甲你讲一下祝福的言辞就对啊哈。天数良缘人人有，龙财虎茂无话讲，心想合一早得主。扎西贵族印丈夫哦，啊，这个新娘的哈，食第个呢不无忌哦，叫做夫妻真感心，新娘入门第诶第一，家书发财千万金哈，而且哈，那个叫做这是一种新娘哈，啊，最后祝今仔日所有参加的贵宾哈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用餐愉快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十七届同心会会长高阶化高会长的文字贺词，邀请我们台北市市议员江志宁议员上台为文字贺词，欢迎江议员，谢谢。啊，今日咱医生经过咱维嘉做新妇，咱维嘉加一个好帮手，当然咱。一个明达嘛，加一个好牵手，因为天注定，相信未来因两个会珍惜这段缘分，夫妻同心，共同打拼，来创造一个美丽幸福的小家庭。啊，志云姐姐，祝贺这个财主家庭，祝贺伊引入爱河，白头偕老，祝贺在座各位贵宾先生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我们台北市议员江志宁江议员，我们致贺词。在今天，双方的主婚人要一同见证子女最幸福的时刻。我们首先要先邀请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来到我们的幸福舞台上，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，爸爸魏尊华先生，妈妈魏陈金莲女士，及我们的表哥陈顺传先生，请掌声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，谢谢。我们的女方主婚人，爸爸林春寿先生及妈妈翁妙女士，请掌声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婚人，谢谢。在今天这个开心欢乐的时刻，要邀请各位嘉宾，请您将您桌上的果汁杯或酒杯斟满，无论是果汁或是酒都可以哦。让我们一同与新人及双方的大家长一同举杯好吗？祝福台上最幸福的小两口，林达宜兴相相对对，百年互鬼，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。同时祝福现场与会的所有知心好友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财源广进，请干杯或随意，谢谢。感谢现场与会的贵宾莅临，请一鞠躬，谢谢。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喜悦，也非常的开心。首先要感谢主桌所有的至亲长辈及在场所有的至亲好友，大家都是我们这两个大家庭生命中的贵宾，尽情的享用，敬祝各位用餐愉快，谢谢。
亲友的见证与幸福加持下，新人同手同心注入这象征祝福的香槟，感觉很多人一起能感觉到家庭薪火相传。